你去别家看看啦。请问一下，都没有在应征工作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去别家应征看看啦。请问都没有在应征工作吗？走走走，那不是你在的地方，快走。非常好，大台，因为你的用心让公司赚了不少钱。明天开始，正式任本公司的设计组组长。老板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老板，谢谢，老板，谢谢，恭喜你。阿台，阿台，恭喜你升官了。干嘛那么认真都不理我？家里的电话呢？1234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谢谢。这位老板你好，我叫朱大台，我非常喜欢小花，可以让她嫁给我吗？很抱歉，虽然会造成你的伤害，但是还是不行。爸爸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！不行，不行。新闻是一起火灾消息，有7-8个大学生在火灾中因为来不及从高楼逃出被活活烧死，令人感到哀伤。唉，真是可怜，要是有机器在高楼逃生就好，太棒了，希望对那些住在高楼的人。更好的解决办法。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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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我这一生中做的最好的是废物利用，我的身体已经残废，我一定会看好自己，绝对不会放弃。阿强加油！站长。
敢要敢得到，遇到困难时就自己想办法解决，而不是被打倒。小八张，小八张啊！开始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天在卫生所有免费的小儿麻痹疫苗接种，请各位乡亲带着自己的小孩们来卫生所接种疫苗，要打要快，要打要快。小八张，小八张啊！开始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天在卫生所有免费小儿麻痹接种疫苗，疫苗数量有限，请各位乡亲，请带着您的孩子们到卫生所接种免费的新牛小儿麻痹疫苗，要打要快，要打要快。小伙伴们你好，我叫做大凯，我非常爱你。让你嫁给他。太嫌弃了。